好，试这样试试看。我控那个，我控那个中心加修。双护盾，双护盾，帮你装鱼雷。这样，去开船。我专门修，还有那个补护盾。补弹药，可以，完美了。这次我们直达海下1000公尺啊！还没遇到怪啊，还没遇到怪啊。那个右上角50是我们船的血量，是不是啊？游至于海下面，看他们打。打死他！打死！打死！打死那只！哎、欸，他那个也不用大炮，我帮你。哎、欸欸欸，他很快，他很快。不行，行不行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帮你补弹药了，可以用大炮。怎么有人跑进来了？有人跑进来了呢！我们多了个队友，他好像很会。那不是有吗？有队友？有，他好像很会，我可以睡觉了。可以，可以了。他那个旁边有个奖杯，好像不知道什么，螃蟹世界哦，螃蟹王。可以睡觉了。为什么有一堆那个？是什么岩石啊？他在干嘛？这个人呢？这个人在干嘛？哎，我们达到我们的新纪录了，漂亮！哎，当洞穴进去探索。各位同志，我们已经达到我们的下潜新高度了。是怎么进去？进去，进去，我已经进去了。哇哦，酷毙了！有那个螃蟹，好，哦，快跑！哎呦，黄金螃蟹，反手攻击力太烂了，还是可以打，一起打吧，一起来啊！哎、欸，打怪有那个呢，那个一起打黄金螃蟹，我怎么上去？
他很痛，他很痛啊！珍珠，珍珠，快漂亮！珍珠美人鱼，珍珠加61金币耶！大螃蟹，大螃蟹，一起打！帝王蟹，以前是共用的吗？一样吧，你们多少？啊，78。哎，超大的贝壳了！哎、欸，他咬下几滴？两滴呀、啊，好痛啊！不是，不行的，打不赢吧？可以慢慢磨他。我死定，我被卡在这下不去。哎、欸，不行了，他把我咬死了啦！你在他身上把他砍死啊！你在上面呢、啊？行了，他咬到脚趾头都算两滴。什么东西要死人的啦？哎、欸，宝藏在这边，宝藏在这边。我下不去。哎、欸，有了，你们捡我也。不是啊，这次不打你没办法回船上。我回不去，我靠呀！我已经要死，我剩一滴血，救命！啊！那你帮我，你们怎么直接冲过去？硬闯过去吧！我冲过去啊！冲不过去，你帮我引他了。宝箱怎么开？我这个宝箱按E啊 ，A B C D E 的E。为什么我没办法一直往上？有些地方靠腰哦。我捡了个宝，我剩一滴血，捡了个宝，帮我打他啦！谁可以帮我引他到右边？谁还有血？我剩一滴血，你去补血、啊，去回家补血、啊。那你等我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了！你现在帮我把它引到右边。右边一点。可以的。哎、欸，机器人，有一个机器人跑去找你了。NPC 看起来很会修东西的。先补血，一双。哎、欸，那机器人会跟着你耶？那啊，这个是 host 啊？你是那个、啊？哎、欸，怎么？不要怕了，他刚刚给我一个机器人，他是好人。那、啊、小宝，你呢？我打死那个大珍珠，这是玩家吧？这机器人是玩家吧？不是啊，我看那个只有三个人啊。怎么不能开船？你不先探险？他还没上船。要不你找，要不你找他。那个是怪、欸，那个是怪。那、啊、打他！哇，我动了啦！有没有是鸟在里面？这桌面有怪。恭喜！是企鹅进来的啦，他装。哦哟，他很强哎、欸！智障啊！
谁死了？你干嘛？外面有鱼啊，在攻击我们船。完了完了，要爆了！我先去弄飞弹。我死掉了。我把鱼清掉了。这个企鹅超强的。你可以救我吗？有啊。可以救人吗？你怎么用的？我蹲下，蹲下，他就有那个毒蛆的出现。至少可以救人，那不错啊。有一个路人进来嘞。嗯，要死一等。又有东西啦，要死。有人要去操作枪啊。又有东西啦。乌贼啦，乌贼啦。谁去搞乌贼？有竹鼠我不行欸，我竹鼠我不行，打不赢。还好啦，没有很痛。好耐打喔。这是在干嘛？已经死了吧？乌贼啦。海底我们就有一堆奇怪的生物啊。他就一张床而已啊。小船啊。可以开啦。礼物送竹鼠不错啊，可以吃啊。有杀人精啊。可以可以，分工分工的不错，各司其职啊。我为什么要扣血？怎么要打我？对，他们有来打我，开到那边被砍。我靠，是谁？我被他戳了，然后脸就冒血。他当是谁？他是谁啦？德伦战快杀他了，打不到他，我打不到他。对，我六滴了。可以打到他，比较难而已。外面有鱼在打我们。哇哇哇哇！我打不到他欸。他是不是我召唤的啊？
这个打这个打我这张画，对，先打这个。我打那个鱼啊。哎，有鱼有鱼了，这有鱼在攻击啊，在睡。我死了啦，哦，啊，炮子死了，快点来救人！炮手，炮手这边，上面有企鹅，企鹅，太大只了吧！他被压，被挤住了。有洞啊，可以出去了。吗？嗯，我停在洞了，可以出去探险了。睡睡饱，出去探险。我们不会回血，只有9滴的。每个人死一次就上限血量会减少一滴啊。对啊，好像死过一次只能回到9。干，有海狗啊，等你们看起来超强的。海狗啊，不能用电源啦。哪里啊，没办法开护盾呢，因为我们现在停在洞里啊。哇，我们现在，我现在停在洞口，我可以找到新的洞了。就是海狗有拿毛，围殴它。我要跑了！我要跑！哎，完蛋！太痛了吧！是不是停错洞？这太强了！哎，这是咋？你是打六 D 怎么打？那个门都被他戳爆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们有进步了，1000多。两等了，等，可以可以。多一个啊，多一个还不错。有新东西可以买了。我可以存1500买那个剑，打比较痛。嗯，这款不错哎。蛮有趣的，那路人又来了。
哎、欸，他又进来了，多一个人不错啊。他是观众哦，是吧？应该是吧。哎呦，不知道，刚刚那个也是他。调好了，完美配置。找第一个洞，刚才第一个洞是没有拿完，那是不是随机的？随机的啊，好像是随机的。可以买大床吗？我等一下看看。有。哎、欸，先干掉那只啊！可以。哎，可以。哎。珍珠美人鱼，我回去补血了。他空白键是不是回避？这什么东西？靠腰，怎么也是大只的？呀！有个灯，是什么东西啊？感觉是装饰品耶。青蛙，啊，青蛙，这可能不错哎，蛮有意思的。我觉得比那个潜幽这种有趣一点，怪物那个颜色比较明亮。那已经探索完了，是不是？没东西的，没了。一个洞窟600多块，再找啊，再找穴，继续找穴。
我手上这是什么东西？看到，我也不知道什么。好了，好说吗？睡不着，失眠了、啊。吃晚餐和饭菜啊，香菇啊，什么声音？猪肉。哎、欸，怪怪的鱼，四季豆吧，这怪怪的，很小只，要把它打掉哎、欸。它会钻到船里吗？它钻进来了，有一只钻进来。哪里？哎、欸，很大只，鲫鱼啊。上面还有，啊，反正手好弱、哦，没有，没有，还有一只哦。哎、欸，外面有东西了，我不行了。他踢住了，炮台有办法打他吗？机枪台有没有办法打他？用机枪来打他。哦哟！他妈死了还会弄我？有人救我！救命！完蛋了，两只。有人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中什么状态？为什么我变这样子？变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啊，阿里，有礼物盒，老鼠，老鼠。好妖嘞！那你要睡觉？我这个睡人能治好吗？不定怎么变这样？会怎样啊？能看就好啊！我没有那个鱼啦。钻进来了，啊，有了，这里很多呢，快离开这里！帮你，帮你，有一只钻进来了，把护盾赶快开走，离开这边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被打了。那你补炮弹了，快点用炮弹攻击，炮弹攻击。
钻进来的。可以用炮弹攻击，我帮你补炮弹了，用大炮。大炮，大炮，大炮！猛哦，这。有动啊！这先打爆吧，这两只先打死。哎，我怎么哦八滴？浅渊的，我感觉这款比浅渊的有趣呢。浅渊的也不是说不有趣，只是浅渊的比较那个，就是风格比较写实一点，要素好多，啊东西都比较小一点。它这个怪物长得比较鸡巴了。东西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阿豹，捡了油啊！油，哦，大宝藏，打开了一个大宝藏啊！我也没多少钱，100多块而已。啊，差不多，完毕了吧？嘟嘟，为什么我也这样了？也跟我一样的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滚才会爽。这边还有怪、欸。没有吗、欸？有啊。走进来以后有一个海草可以往上爬。欸、有人死了，嗯，还有吗？没了。这边，这边。下来了，OK。睡，怎么全部都是胖脸？怎么会这样？
潜水夫病哦，生病了。是啊。八大侠晚安呢。上个厕所。嗯，好啊，好。哎、欸，有神殿，神殿呢、欸？哇，神殿比较屌吗？不行吧，这碰到就灭团了。这精英怪呢，这橘色名字能不能打、啊？他没有打我们啊，不打他。可以买东西耶、欸，有雷射枪哎、欸。可以1800，没有钱，买了就解锁了。他还打他啦，谁在那边乱打我？这烟赶快跑，赶快会开船走，赶快上船。我死在船里面吗？还是我把他们引走行吗？他们不会来救我，他们就在船里面了、啊。好妖哦，那个弱智去打他。